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9月6日主持例行记者会，就近期热点进行回应，相关内容如下。问：瑙鲁总统要求中方对参加太平洋岛国论坛中方代表的行为道歉，中方是否准备道歉？答：昨天我已经说过，围绕此次太平洋岛国论坛会，瑙鲁方面上演了一出拙劣的闹剧，瑙鲁方面有关言论与事实完全不符，纯属颠倒黑白，倒打一耙。事实上，恰恰是瑙方的错误言行，令多数论坛成员国领导人感到失望。应该反思和道歉的，恰恰是瑙鲁方面。我想正告瑙鲁及这出戏背后的导演，面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浩荡历史潮流，停止无理取闹，不要再自取其辱。